忘记了，你不喜欢吃这种垃圾食品，你要不喝这个？这集我看过，我可以告诉你，男主角今晚到底有没有留下来？我不知道，我只亲过一个人。你刚才没有拒绝，我还是自己看吧。我解释，你说我是狡辩；不解释，你又说我是默认了。你怎么这么无赖啊？所以你以后要小心了，我以后就赖了。罗密欧与朱丽叶。当爱情面临考验的时候，会增加彼此的感情。如果你再拒绝我，就是人为制造障碍。还没稳住扑通扑通的心，干！远处走来熟悉的身影，时间时间能不能先暂停？再多调整下。怎么你就突然在我面前那么温柔好看眉眼，其他人我全都看不见，